刚出门去买了一盒辣椒丝儿，皮可能都差不多，没有。嗨，同志们，我瞧一下，正常吗？嘿嘿嘿嘿嘿，今天吃什么呢？今天晚餐吃的比较早，因为我饿了。叮咚，又是吃辛拉面，因为家里还剩最后一包，我想把它消灭掉，不然我就一直想。今天就吃泡面配泡菜，然后我刚刚出门去买了一盒新的午餐肉，我还是没有买到 spend 的，就是我最近中了个魔咒。我就是每每要去超市买我想要的东西，它永远都没货。我今天要去买那个牛奶，还是没有货。我发现午餐肉如果去煮的话，就不会很咸。我一般只放半包。干。我的晚餐，有没有觉得泡面加很多青菜就感觉很健康的样子？说特别，除了那个短菜饭，非常蛋糕的多多还那个说起来多点菜，谢谢。耶，不用进来。Hello， 同志们。然后今天晚餐要吃，噔噔噔，牛小排、牛仔骨，嘿嘿，把那个血水给擦干净。点橄榄油，海盐，黑胡椒。按摩一下，强调吃绿色蔬菜有多重要。嗯，哇哦，啊，吓死我！来一口，天哪！好好吃。Hello， 同志们，我们今天吃水饺，我买了一包水饺，然后有50克，我打算跟我姐把一整包吃掉。冲阿贝，高丽菜猪肉的 ，Yeah。
还蛮好吃的，说是很辣，这是我煎我的，来点来点辣椒丝儿，哇，这个它是有点辣椒油，椒油的感觉，来点辣椒油，我煮好了，泡杯咖啡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皮很厚？你们一顿可以吃多少个饺子？那很辣，我怎么那馅怎么那么薄啊？这味道还可以，嗯，就小颗点。好吧，皮可能都差不多。没有，思念皮比较薄。没有，但这个馅哦，思念是很烂的那种，这个还有点嚼劲。好吧，思念那个皮跟肉简直就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。这女的她全是牛奶，不是？我这辣椒酱真好吃。Hello， 同志们，我终于点了外卖。今天星期四，我纠结了很久。不想自己做饭，我就看了外卖看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点了海南鸡。海南鸡饭，麻辣鸡丝。你们都得警醒了点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永寿宫的差事要蘸酱，第一要紧的差事。嗯，难做饭是鸡饭。是你们谁去办的呀？是你说的。你们想要巴结，也得知道自己巴结的是谁。敢吃？前阵子热搜上，不是才说宝娟是皇后的人吗？皇后怎么就挨了打了呢？怎么就被打发到慎刑司去了呢？其实他们做别的事不好吧？那有什么事？重点是他自己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他是皇后的人。噔噔，这个是麻辣鸡丝。嗯，鸡真的很好吃，同志们。嗯，叮咚，吃饱了，耶、yeah。Hello， 同志们，今天星期五，我们现在准备做晚饭了。这是叫小白菜、豆腐、泡菜、吃剩的午餐肉、韩国辣椒酱，还有我买的肉末。然后这是我前两天买的蘑菇，它已经烂掉了。天，这颗可能不能吃了，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坏耶。然后还有鸡蛋。Yeah. Fantastic. 我的豆腐都碎了，我的豆腐都烂了。哦，这大肠真的好好吃。这大肠看到了吗？哦，好想吃啊。嗯，不知道明天吃什么，我每天都在纠结我到底要吃什么。哇，它这个
大仓，我不行了。嗯，今天星期六，美好的周末当然是要吃外卖呀。做什么饭啊？我把我这几颗指甲都给拔掉了，剪掉，因为实在太长了。今天依旧吃下饭菜。其实我本来刚刚是想要做饭的，但是呢，我刚刚出门去楼道倒垃圾，我就闻到了隔壁家的饭菜香，很香，就是那种粤菜香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有种感觉是蒸鸡的味道，还是 有香菇的味道，反正就是很香。然后搞得我就很想吃家常菜。你们爱吃这个东西吗？手撕包菜，北郊啊，好烫，手撕包菜。这道菜是我从小吃到大，我超爱吃的花菜炒肉片，绝了绝了绝了，绝绝子绝绝子！我小时候曾经就是因为这道菜干了三碗米饭。先来一口肉片，嗯，家常菜的味道。今天晚上有点素是不是？但是手撕包菜这个东西哦。它虽然看上去素，可是它是下饭必备的东西啊，它是非常下饭的。嗯，就是那种外面小炒店餐厅里炒出来的手撕包菜，就是比家里炒的香，因为它的油很大，火也很大。哎，我就炒不出这个味道。花菜我也超爱吃的。相比西兰花，我觉得花菜更好吃。嗯，好了，吃饱了。我天啊，我要饱死了，撑死我了。我本来想把这个饭扔到这汤里面泡着，后面想说算了，太可怕了，这都是油。张张张张，同志们。今天是星期天，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天了。然后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打算吃彩椒。对，这已经被我冰箱放了有几天了，它有皮有点皱掉，赶紧吃掉。然后今天晚上吃叮咚，今天晚上吃三文鱼。对，放点橄榄油。锅热了之后呢，小火煎三文鱼，然后鱼皮朝下，不用放油，因为鱼皮本身有油。我很喜欢三文鱼煎的焦焦的，超好吃。叮咚，没对焦。嗯，肥肥的。开始吃饭。不知道他吃什么牌哦，还有红烧肉是吗？日式烧肉，哇，一颗鸡蛋，好像好好吃哦。哇，这米饭肯定很好吃，双鱼真的很肥，油滋滋的。
香啊，大猪排。好啦，同志们，今天就是我们记录我们一周晚餐的最后一顿了。对，我觉得我这一周吃的非常的健康，对，但是也非常的快乐。我前阵子一直都非常的烦恼，我每天都要吃什么，但是因为拍了这期视频呢，就每天有计划性的要去做饭啊，然后再思考自己吃什么呢，就不会像前阵子那样子每天那么烦恼，至少不用每天就是看外卖然后看一两个小时才决定我要吃什么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到这边结束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拜拜。如果你们喜欢看的话，我再出第二集。拜拜。猪。